今天讲到非常有趣跟特别，是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很久之前录的，2017年的8月，到现在整整四年前。可是为什么要特别要跟你讲时间点是这样？这集是一个时空胶囊，什么意思呢？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这集到底未来我们录了到底多久以后会播出？然后呢，突然间就觉得好像时间差不多了。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这集是在告诉你末日背题啊。然后呢，为什么是个时空胶囊？因为我希望这集大家被播出来以后，如果你懂得怎么下载或什么，你可以把它下载放在自己的硬碟、行动碟，还有光碟片各种方法存好。因为有一天，只要你真的信耶稣，你是真的一旦得救永远得救的人，你就会被提。突然间，在七年大灾难开始之前，灾前我们就会被提，世界上就会少，如果以现代人口来说，是少了三分之一的人。然后呢，世界进入一个混乱啊，各样的状况。然后呢，之后在这个大灾难，这七年大灾难里面，会有很多人信耶稣，他们需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可能敌基督啊，或者是有些人会骗他们说什么外星人把人家弄走啦，对不对？你看看那个复仇者联盟，是不是一半的人就不见了，对不对？这个有可能也是一半的人，因为我们在七年之前也会有一个大复兴，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真的不晓得怎么样，所以那这集是录给这样的人看的，而且里面也讲到了背题的角度啊，还有末世的末日的事情。所以呢，然后我那里面有提到，就是所谓的因为这个世代没有过去，然后就要这一切就要开始。那可是呢，一个世代多久？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到世代结束，进入七年大灾难，这个世代到底多久呢？有人说70年，70年已经过了。对，80年快了，也有人说120年啊，因为人一生的年就是120年。那如果是120年，又是什么时候呢？但是我没有要告诉你是什么时候，可是我们那时候很清楚的也告诉大家，就是它很像产难的阵痛，圣经上也用生产之难这个词，意思就是说阵痛，大家如果生过小孩，阵痛这件事情是，比如说，你可能3小时阵痛一次，然后变1小时阵痛一次，然后呢？50分钟阵痛一次，然后30分钟阵痛一次，然后15分钟阵痛一次，然后就慢慢慢慢的小孩要生出来。现在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就是这个阵痛之一，但是这还不是七年大灾难，不然早就被提了。其实呢，那个时候2017我们根本不晓得会有这种疫情啊，全球性的疫情，可是就往那个方向去前进，所以可以好好期待这个影片，而且如果可以的就把它下载下来，然后呢存在某个地方，然后你还可以很像锦囊妙计一样跟你的朋友说，如果有一天我不见了，你就来看这个影片。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末世，现在是2017年，我不晓得你什么时候听到这个讯息，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也可以的话，请尽量把这个影片存在你的硬碟，存在你电脑里面。网络上有很多可以在网络上下载影片的方法，把它留下来。为什么？因为未来会有一个叫做敌基督的人，他会抄掉很多真实信仰，而且自称为神。所以我不晓得这个影片还可以存在多久在网络上，但是如果放在你的硬碟，或是甚至你烧成光碟片，它可以保存很久。因为我们即将面对的是一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然后会有一些大灾难，然后会有一个世界性的领袖要来对抗这个真实的信仰，可是没关系，耶稣会再回来。好，所以在那开始之前，我为你做个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不晓得我们现在听到这一切的是谁，我们也不晓得是什么时候听到，但是我们知道你快来了，现在2017年，但是你已经快要来了，这个世界即将要进到下一个美好的地步，但是会先有七年的大灾难，帮助我们在大灾难里面信耶稣的弟兄姐妹能够撑下去。耶稣说他快来了，就是七年，撑完七年他就来了。现在2017年就已经信耶稣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点都不用担心，我们会在大灾难之前的灾前被提，灾前被提。耶稣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请听人，请听的心，你让这个话语传遍这个世界，让对的人听到对的事，在大患难之中，在大灾难之中多得到灵魂。主啊，是的，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主要还有144000个传福音的犹太人，还有各个不同的方法，你差遣天使让更多人得救，能够在你的新天新地里面一同来荣耀你，也分别为圣孩子的口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在你的恩典里面，祝福这里每一个人，还有特别祝福我们在大患难中的弟兄姐妹撑下去，耶稣基督快来了，奉耶稣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讲末世末日。你知道，对很多人觉得哇，真的假的？到底什么时候会有末世？你知道，
特别是2012年才有一个什么玛雅末世，你看又假的，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听得到讯息，2017、2012当然是假的，到处都有末世，末世耶稣快来，耶稣快来。可是到底哪一个才是？什么时候耶稣才要来呢？所以让我们直接让圣经来告诉你，还有告诉你，其实末世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耶稣基督真的快来了，也许不是明年，也许不是现在，也许不是明天后天，也许不是明年，可是他真的快来了。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圣经怎么说，请看马太福音24:3，请念。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好，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坐着的时候，你知道橄榄山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东面，他在那山上坐着，然后门徒就问说，告诉我们吧，请告诉我们你再来，你有一天你要回去，然后你再降临和世界末了像什么样子，预兆是什么？所以耶稣说的就是很有名的所谓的小启示录，马太福音24，请看下一页。好，24:7-9，请念。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好，这是马太福音24:7-9。这边提到有哪些征兆，我们中间省略一些哈，提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好，各位弟兄姐妹。全世界最大的两场战争就是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不对？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还没到，对不对？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为万民恨恶。所以你知道，其实越来越往那个方向去，你会发现有一些国家已经有所谓仇恨罪，然后有一些恐怖分子、恐怖主义，透过某些宗教的一些东西已经往那个方向去。我们再看下一页，马太福音24:15，请念。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好，马太福音24:15，你知道这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也引用，也当然这是耶稣说的话，耶稣也引用，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其实这是先知但以理说的，有一个毁坏可憎的人，就是我们所谓的敌基督，那个人会站在圣地。读这经人需要会议，很注意，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你要去注意。好，请看再看下一页，24:16-20，请念。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好，可是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马太福音的作者是谁？马太福音的受文者是谁？犹太人。所以你要知道，这边所谓我们会遇到那些患难，不是在说我们，是在对犹太人说的。你说真的吗？好，那你这边就写，那时在犹太的应该逃到山上。请问我就是在台湾，我在台北啊，也许我那时候在桃园，也许在台中，怎样？我不会在犹太啊。是的，有些时候我很短的时间，我可能会去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玩，可是我不会常在犹太。这边提到在犹太要逃到山上去，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的。好，你会说，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是写给我，写不是写给我？问题是受文者就不是你，就很像这边提到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怀孕的跟奶孩子就肯定不是说我嘛，看起来有怀孕，其实我没有怀孕。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就是对怀孕跟奶孩子人说的，这没错啊，对不对？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遇见的时候不要遇见，当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或安息日。所以有没有提到，对于基督徒而言，你不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安息日又怎么样？照逃啊！所以这个安息日不要遇见安息日，你不能跑，因为那样犯罪，那是对犹太人说的，弟兄姐妹。所以你要知道，你不会经过患难、大患难才得救，你会有一些小患难，会有一些小的逼迫，可是不会是7年的大灾难，你不需要撑过，你会灾前被提。等一下我们会有证据，我们看下一页，马太福音24:21，请念。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好，这边的字面意思很清楚，就是会有一个大灾难，从世界开始到现在都没有这么大的灾难，后来也一定没有，也必没有，因为后来耶稣就来，世界就新天新地就很美好，耶稣地上作王1000年，所以就没有这些问题，所以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开始发生。我们再看下一页，马太福音24:32-33，请念。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好，马太福音24:32-33，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你知道无花果树是什么吗？
就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圣经上常常用这个比喻。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好，什么叫树枝发嫩长叶？你知道这棵无花果树，这个以色列已经亡国将近两千年，可是你们知道夏天近了，树枝发嫩长叶，以色列又复国，1948年复国。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所以弟兄姐妹，1948年到现在多久了呢？快要70年了，对不对？ OK， 好，这边提到这个世代没有过去，对不对？这一切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好，等一下会提到世代，我们看下一页，24章34节，请念。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好，弟兄姐妹，有没有提到这边提到这世代还没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好，无花果树以色列终于发嫩长叶了，1948年，对不对？这个世代还没过去，请问一个世代有多久？有摩西说人的年岁70岁到80岁，哦，1948加70，哦，1948加80，呜。可是呢，也有提到人一生的年日可以到120岁，对不对？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所以神也没有清楚的告诉你是哪一年，当然他是故意的。好，我们看下一页，马太福音24章36到37节，请念。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好，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使者也不知道，连子都不知道。上帝故意不要让人家知道。假设啦，我告诉你明天就世界末日，你今天会怎样？你就不上学啊，你就不工作啦，你就不做该做的事啊，你就尽情享乐啊，或者是什么各种那个都会去自杀，对不对？所以神不告诉你是哪一天，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哎，子怎么会不知道？因为耶稣在世上，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24章，好，耶稣讲这话的时候，耶稣还在地上，对不对？所以耶稣还限制了自己，他自我限制自己。可是当然，他现在天上他是知道，他也得回来接我们，他怎么会不知道？好，子也不知道，那是在地上的时候，对不对？唯独父知道，挪亚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挪亚知道会有大洪水，但是很多人不相信，但是那一天大洪水就来。挪亚不确定知道哪一天，可是他已经做好准备。人子降临也是这样，对不对？挪亚是把他全家带进方舟里，方舟预表耶稣，所以代表什么？你把你的家人带进耶稣里，他们也会一起得救。好，我们继续往下看，24章38到39节，请念。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好，马太福音24章38到39节，洪水以前日子，人照样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那一天，对不对？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你知道挪亚跟他的全家人知不知道会有洪水？知道，而且他们一起盖方舟，是不是？而且他们一起进到耶稣基督里，进到方舟里，所以他们都得救了。然后那些人不相信，挪亚没有去传，有告诉很多人，没有人相信啊，对不对？挪亚进方舟那天，他们不知不觉，然后他们就被洪水冲走了。人子降临也是这样，对很多人，他们不知不觉的，他们就这样子了。而你要做的事情是把耶稣基督传出去。可是你有没有提到，你会发现挪亚日子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对不对？挪亚进方舟，挪亚有没有受苦？没有，得救，是不是？所以我们会瞻前背题，等一下后面还有很多部分往下看。马太福音24章40到42节，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我们现在是看马太福音24章40到42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很多人就会说，这就是部分背题啊！你看基督徒有一个被留下，一个带上去，一个被撇下，一个取去，所以要努力追求跟从爱主的才会被带走，不爱主的就不会被带走。哪个经文有提到什么爱主不爱主？好，这边确实有提到一个被留下，一个被撇去。可是如果你真的去看前后文，还有去看其他的平行经文，你必须看到的事情，你真的会看到，等一下也会给你看到的是灾前被提，每一个信耶稣就很像挪亚，挪亚的儿子、老婆或是儿媳妇，有说他也很有义吗？因信称义的只有挪亚一个人哦。可是挪亚把他的家人带进方舟里，就很像你把你的家人带进耶稣里。当然他们在新约里，他们也因信称义，他们也会得救。所以啊，挪亚日子如何，人子日子也如何啊，挪亚得救，我们也从里面被救出来。所以不是部分被提论，好不好？确实我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我们的主哪一天来。因为你要在
趁着白天赶快做工。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耶稣快来了。我们再看下一页。好，对末世的预言，你看这个图，我们这个图今天会出现很多次。1948年以色列复国，然后过了一个世代的时间，千年大灾难开始。就在大灾难开始的同时，我们被提，在千年大灾难开始之前我们就被提，然后过了七年之后，主耶稣基督带着千万的圣者包含我们回来，然后打败魔鬼之后把他捆绑起来一千年，然后耶稣在地上作王一千年，为要完成旧约的一些应许，然后一千年之后哈米基督论大战，然后真的进到新天新地去。弟兄姐妹，先问你一个问题，一个世代到底有多久？对于2017年的我们，这实在太重要了。如果你现在听的已经不晓得哪一年了，你在七年大患难里面，弟兄姐妹加油，我们在天上为你们祷告祝福，你们再撑七年，短短的七年耶稣基督就会再来了，然后你就会进到千禧年了。所以如果你在大灾难里面信耶稣的，加油，我们继续为你祷告，奉耶稣祝福你，撑下去撑下去，神与你同在，不要去受666的印，真的奉耶稣祝福你。好，我们继续回到现在2017年。好，世代，一个世代到底多久？有人说哦，会不会是摩西说的70岁80岁，那就是70年，1948+70，1948+80，呜呼。但是也有提到啊，人的一生的年龄是120岁啊，或者是神的定义世代搞不好更长啊。可是一个世代再怎么长也不可能很长很长很长，它是有一限度的。 OK， 好，然后我们之后会被提，弟兄姐妹你开心的被提，等一下会给你证据，你真的会再点被提。好，所以我们再看下一页。好，根据统计，圣经里面有1817个预言，里面有 96.2% 已经完全应验了，包括对列国预言、对以色列预言、对基督的预言、以色列的复国，你看多么神奇。好，只剩下 3.8% 正在应验之中，只剩 3.8%， 完成了耶稣就来了，你知道吗？好，我们再看下一页。以色列复国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我们刚才念到，对不对？我们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人子快来，正在门口，这世代还没过去，这些都要成就，你知道吗？以色列复国2000年前，以色列亡国，他们就没有复国过，可是将近2000年他们却复国了。你知道复国你以为那么容易吗？我们看武侠小说里面那个慕容复要复国，要复燕国，对不对？他一直在喊努力，就最后嘞，他疯了，对不对？好，那我们讲反清复明，反清复明，左脚是清明，右脚是什么？反复，大逆不道，对不对？结果反清复明，天地会最后嘞没有成功啊，对不对？反清复明有那么容易吗？没有啊，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复国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是以色列却复国了，2000年复国了，天哪，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而且你知道吗？他一复国之后就遇到一些很了不起的事。我们看下一页。好，你看啊，亡国约2000年，1948年5月14号，奇迹的复国，这是他们国父那个 David Ben Gurion。OK，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好，隔一天，阿拉伯七国联军围攻以色列。1948年5月14号，隔一天，七国围攻以色列，以色列居然有办法以寡敌众，反败为胜，而且在日后的多次中东战争一再击溃。你看，第一次1-7大胜，而且我跟你讲哦，以色列那时候是非常弱小，以色列那个时候国土超小，比台湾还小，以色列现在的国土也跟台湾差不多大而已。你看，就这样子，他们居然可以1-7打赢，哎，超自然。我们再看下一页。好，你看，在1967年6日战争，他们居然，你看哦，以色列就是个绿色的哈、哦，好，打下来，打下西奈半岛，打出超过一个国土那么大，超自然，神帮助他们。OK， 他后来还给那个埃及了。OK， 所以真的是超自然，这国家能够守下来是超自然。我们再看下一页。好，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次战争。好，你看戈兰高地上被摧毁的叙利亚坦克，跟西奈半岛上被摧毁的埃及坦克，你看。这应该是赎罪日战争，你看1-2又打赢，而且老实说，这次人家也是抓准机会攻击，他们还是打赢，超自然。我们再看下一页，你知道吗？这个国家如果被灭掉，那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啊。所以撒旦很想把它灭掉，可它就是不会被灭掉啊。无论是六日战争、赎罪日战争或各样的，上帝就是保护它。所以再强调一件事，这个国家复国这么超自然的神奇，圣经预言已经成就了。再来，在一个世代之内，我们会被提，耶稣会再来，中间有七年大灾难，弟兄姐妹撑好了，七年大灾难加油。但是这是对在大灾难之后才信耶稣的
基督徒被提之后才信耶稣的人，你们要加油。基督徒被提之前，现在现代这个年代，大灾难开始之前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被提。好，我们再往下看。OK， 所以我们再来看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耶稣回答说，这是我们刚才的节录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也就是生产之难的起头。为什么要把原文生产之难秀出来呢？是要告诉你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生产之难是阵痛，阵痛是这样，一开始可能一个小时痛一次，之后变半个小时痛一次，再二十分钟痛一次，再十分钟痛一次，再五分钟痛一次，再次三分钟痛一次，频率越来越紧，就真的知道小朋友快要生出来，羊水快破了，对不对？生产之难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下一页，你看大灾难，灾难开始越来越多，而且很多很多很多的苦难，而且比例越来越高。你知道现在的地震率是有史以来最高，你去看几千年来的地震，现在地震发生的频率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就在我们录制这片的前几天，又在那个九寨沟又发生很大的地震，到现在还没有统计出来伤亡人数。好，来看2004年南亚大海啸，因为大地震而来的海啸，23-28万人死亡。天哪，你知道28万人有多少人吗？就这样死亡了。好，我们再看下一页，2008年四川大地震，8.7万人死亡。天哪，08年呢，你看是不是越来越近，又有很多地震。再看下一页，2010年海地大地震，31.6万人死亡，30几万人死于一个大地震呢。你知道吗？现在地震几率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多。你去看，如果你有兴趣去研究，真的非常的高。就很像那个惨难地震，还有很多很多的灾难，我们先就举地震就好。你知道阵痛越来越短，也许之前是一小时，现在只剩下五分钟一次，五分钟一次，四分钟一次，三分钟一次，三分钟一次。耶稣真的快来，我们再看下一页。好，耶稣拿着这个漏斗一直漏一直漏，只剩一点点的沙，他就快回来了，他就快回来了。所以赶快信耶稣吧，我们一起背题好不好？一起灾前背题，真的。我们看下一页。好，再强调一次，现在很可能已经在这里了，再一点点我们就背题，但也有可能在这里，也有可能在这里，没关系。重要的事情是一个世代到底多久，我们不是那么清楚的知道。可是你看马太福音24-30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天上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你看到天上的云，耶稣基督驾着天上云降临，超赞！因为你要得救了。而他们为什么要哀哭？因为他们没有救恩。所以赶快来信耶稣吧，赶快跟你的朋友讲来信耶稣吧。不是一堆宗教的规条，你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信的受洗必然得救。你不需要做那堆宗教的规定，你还是可以得救的。赶快来吧。我们再看下一页。好，你看，这就是很多被提的照片。耶稣基督来，带着天使来接我们，而我们这些人，你看，这是一个城市里面的很多基督徒，咻咻咻就被带走了。所以有一天，好，这是特别对不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你可能在大灾难里面看到的这个视频的朋友说，可能会有人跟你说外星人把很多人抓走了，可能会有人用一些很奇怪的说法，外星人或是什么灵异事件或什么的，很多人不见了。我告诉你，这叫背题，耶稣基督把很多人基督徒带走了。所以不要相信那些东西，相信圣经上几千年前就写好的，基督徒会被提，被带走。你赶快来信耶稣吧，你知道这位神会保护你的。我们再看下一页，帖撒罗尼迦4:13，所以我们会来开始讨论一些这个部分。来，请念。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腿上有鳞加前书四章十三节，腿上有鳞加特别提到，所以我告诉你，我们真的会被提。现在问题是，到底什么时间点被提？等一下会跟你证明是灾前被提。好，我们先看这个哈。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知道，就是已经死在基督里面死人，就是睡了的人。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所以我告诉你，是大有指望，你不要忧伤。圣经上说，弟兄们，你们要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没什么好忧伤的。如果有人说你要忧伤痛悔的灵，神才轻看，那是旧约心。新约你已经被神看中，超看中，你是因信称义的义人，你不需要靠忧伤 让上帝看见，他也不希望你忧伤，好不好？不要像那些没指望的人。好，我们看下一页，四章十四节，我们如果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如果信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些在耶稣里睡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所以这边提到被提的时候，耶稣会把那些在耶稣里睡的人一起带来，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对不对？会一同带来。我们再看下一页，四章十五节，我现在保罗说的好，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所以呢，我们不会比那个死而复活的人快，我们如果是直接被提的人。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好，四章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主耶稣基督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死的人会先复活，然后发生什么事？下一页，十七、十八节哈，以后我们这些还活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他们就是在基督里已经死的人，在基督里已经死的人会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还存着活着被提的人，一同跟已经死的人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为什么在空中与主相遇呢？因为主实在太想赶快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他赶快来云里接我们。他当然可以叫天使把我们带走就好了，对不对？他可以叫天使他们把我们一个再提一提带去就好。可是没有，他来云里与我们相遇，因为他实在太想看到我们了，太想跟我们在一起了。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弟兄姐妹。你真的会被灾前被提，你真的会被提。我们就要来看到底为什么是灾前被提。我们看下一页。好，再来就是这几个所谓的千禧年跟被提官的不同。好，这个叫做前千禧年灾后被提，这个、叫前千禧年灾前被提，这个叫后千禧年，这个、叫无千禧年。弟兄姐妹，有人认为没有千禧年，可是真的如果没有千禧年，旧约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应验的。 OK， 好，那后千禧年认为之后才发生这些事，前千禧年就是先灾前被提，然后千禧年，然后最后审判，然后呢经过了大灾难七年之后基督徒才被提，这叫做灾后被提。大灾难之前被提叫灾前被提，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可是前千禧年灾前被提真的是最合乎圣经的。我知道你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你有不同的教导，没关系，让圣经来对你说吧。我们看下一页，灾前被提最符合神自古以来的作为，从世人的审判中将义人救出来，正如挪亚从世界性的洪水中被救出来，罗德从索多玛全城毁灭中被救出来，拉合从耶利哥全城毁灭中被救出来。你怎么可以举这几个例子？这几个例子不是我举的，是圣经举的。我们看下一页。好，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四以及二十六节，请念。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好，所以你有发现这边在谈有关于耶稣的降临，对不对？好，挪亚日子怎么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么样。所以挪亚日子是怎么发生的，人子来的日子也是要怎么发生啊，是怎样，对不对？圣经上说到，请看下一页。好，请念。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你看啊，路加福音十七章二七到二十八节，那时候他还讲挪亚的日子，那个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一天，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灭。所以挪亚进方舟，他们才全都灭了，对不对？又很像罗德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你看挪亚是不是跟很多人讲，结果这些人还是继续在洪水里？罗德是不是也跟人家讲，没有人相信，说要这个城要被毁了，没有人相信，对不对？后来我们看下一页来。好，
所以呢，罗德出去索多玛的那一日，才有火跟硫磺降下。你去看旧约，他那边有提到，天使跟罗德说，你如果没有离开索多玛，我们不能做什么。所以你看，这边是不是提到挪亚日子怎样就怎样，罗德日怎样，人子来就怎样？罗德如果没有离开索多玛，索多玛不会被毁。如果人，我们基督徒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会进入大灾难，对不对？所以罗德出索多玛，火跟硫磺就降下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世界就开始进入大灾难。被提的话，好，不是说死掉，是被提。当我们被，当你有可能死掉之后被提，不一定好。总而言之，基督徒一起被灾前被提的时候，才开始进入大灾难。好，他们把他们全都灭，人只是显现日子，也要怎样？所以罗德天使对罗德说，你不离开索多玛，我们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还在这个地方。所以等一下也会提到一个所谓拦阻，敌基督来的人。好，我们看下一页，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请念。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好，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为他全家人都进到方舟里，方舟预表耶稣，他全家进到耶稣基督里，所以他全家得救，对不对？因此就定了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好，这是提到挪亚。我们再看下一页。好，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有关于妓女拉合的故事，请念。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好，请问一下，你知不知道妓女拉合在接待这探子的时候，同时他在干哪一行？这边就提到他是妓女，妓女拉合却可以不要跟全城一起灭亡，为什么？因为因着信。 OK， 好，所以不是行为什么得胜的才能够被提，没有得胜的会在地上受苦，哪有？啊，拉合就在做妓女，妓女是有多得胜，他在干这行，这是罪，好不好？好，妓女拉合因着相信，就没有和那些不顺从的一同灭亡啊，对不对 ？OK， 我们再看下一页。所以你看哦，我们开始来看为什么我们可以来说是灾前被提。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节，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神。请问一下，这边提到什么？神的儿子耶稣从天降临，他从死里复活，他就是那位什么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你知道将来愤怒向来就是在说末日，就是在说大灾难。 OK， 所以耶稣是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那个耶稣。所以如果神救我们脱离那个大灾难，那我们当然就脱离那个大灾难啦，对不对？我们再看下一页，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九节，我们一起念。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好，所以这边提到，你看，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写给外邦基督徒的，神不是预定我们这些人受刑，是预定我们得救。所以神不希望我们受刑，他不喜欢我们受刑，他预定我们是要得救的。 OK， 是预定得救的。好，再看下一页。好，路加福音三章七节，我们一起念。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好，路加福音三章七节，约翰哦，还不是受耶稣的洗哦，当然也不是耶稣施洗，是门徒施洗。 OK， 好，施洗约翰对那些出来受他洗的人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所以将来的愤怒就是末日嘛，对不对？ OK， 好，这边提到受他洗的人就可以逃避将来的愤怒，对不对？受他洗的，受洗的人就逃避将来的愤怒。哎，这些人是法利赛人，他们行为真的有多大的改变吗？没有。这边就提到，真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信而受洗的，受洗的人就可以逃避将来的愤怒啊！这个经文写的啊，圣经上写的，我不是自己讲，是圣经上写的。我们再看下一页，马太福音三章七节，请念。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约翰又对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也来受洗。而他说，你们这些人，你们谁指示你们要来逃避将来愤怒？所以你看，马太福音也记了，约翰，施洗约翰说的，受洗可以逃避将来的愤怒，受洗可以逃避将来的愤怒，所以受洗的人就会被提来逃避将来的愤怒，不用再进入青年大灾难。就算牧师有些时候国语不是很标准，神还是爱我们，感谢主，受洗就可以逃避将来的愤怒。我们再看下一页，罗马书二章四节，请念。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所以上帝的恩典，他的恩慈，请弟兄姐妹不要在恩典里面继续犯罪，他的恩典是领你悔改，不要犯罪。但所谓的悔改，先从心思念开始，真正的悔改，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看我们恩典五分钟有来讲什么是悔改， metanoia 是从你的心思意念转变，而不是行为，先从心思意念转变就是悔改。 OK， 好，这边提到神的恩典、神的恩慈领我们悔改。好，下面下一页，二章五节，这边提到你竟硬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所以你发现，如果你不悔改，你就要去承受他公义的审判；如果不悔改，你就要承受他的愤怒跟他的震怒。可是这边提到，那意思就是悔改就不用承受他的愤怒跟震怒跟公义审判了，对不对？什么叫悔改？承认自己是罪人，把过去认为是 OK 的事情，那些罪跟神承认，觉出我是个罪人，我的行为错，我的想法也错，然后把想法从 metanoia 把这个想法从这里转过来，这叫做悔改。而你改变了，你原本认为这样是对的，你的想法认为这样，然后 metanoia 转过来，这样才是对的，这叫做悔改。你不一定行为改变，你只是思想转过来，你就是悔改了，你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跟生命的主。所以如果你听到这个影片的时间，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可以这片下载存在硬碟跟光碟里面，然后可能要存很久，这真的超重要的。什么叫悔改？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心里相信他背负你一切的罪，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又为你复活，然后你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你不一定得找什么牧师为你受洗，如果你现在在大灾难里面，不一定找得到牧师，但是你们可以彼此受洗，你们只要信耶稣人都可以彼此受洗。真的在这种特殊状况必须这样。好，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可是我知道你可能就得承受很大的苦难，你可能会被敌基督相关的人迫害，可是没关系，如果你真的因为这样被砍了，或者是被杀了，或者是遇到什么苦难，弟兄姐妹，当你被砍头或者是死亡的那一瞬间，眼睛一睁开，你已经在天堂了，所以不用担心，撑下去，撑下去，我们为你祷告，你不是孤单的，撑下去。所以你知道，你只要悔改，思想改变，你就不用承受他的愤怒、震怒跟公义审判。可是如果你是在大灾难听到这个部分，不好意思，因为你太晚听到了，或是你之前有机会你没有选，现在还有机会，但是会比较辛苦，你还是可以的。在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你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看下一页，启示录三章十节，请念。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好，这边也提到，你看有人说，你要持守忍耐才行啊，可是你去看上下文，事实上这些还是恩典的。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神要保守我们免去我们的试炼。每个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而且你相信了，你受洗就免去将来的愤怒，你就会被提，而且是灾前被提。因为大灾难是神的愤怒，所以是灾前被提，你可以免去那个愤怒，是不是？再看下一页，你看又到了末世预言这个图，再强调一件事，1948年以色列复国到现在已经快要70年了，一个世代到底多久？70年、80年、100年、120年还是多久？我不知道，可是真的快到了，真的快到了，我们快要被提了，弟兄姐妹，我们快要被提了。可是对基督徒而言，你是有盼望的，对于在大灾难之后之中听到的弟兄姐妹，撑下去，我们继续为你祷告。我们再看下一页，再来我们要来讨论的是敌基督。敌基督是谁？敌基督是什么？我们看下一页。好，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到四节，请。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好，设定上提到的这个人就是敌基督，就是那个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好，所以呢，弟兄姐妹，特别是如果你现在是在大灾难里面听到的，很多基督徒已经被提了，所有的基督徒都已经被提了，你的基督徒朋友已经被提了，你可能觉得他行文不怎么好，他不怎么样，为什么他会突然间不见？因为是耶稣把他带走了，他是因着恩典而被提的。好，你也要因为恩典来信耶稣啊。好，人不去用什么房子，你不要被他诱惑，因为我告诉你，到时候他们会有很多不同的理由，什么外星人，什么地球受到外星人攻击，让我们团结起来对抗外星人，什么不晓得。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敌基督，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自己，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的，他高抬他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弟兄姐妹，顺便跟你提一下，也许现在在场的基督徒，你可能不一定见得到圣殿重建，可是之后耶路撒冷的圣殿会重建。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所谓 Dome of Rock 那个圆顶金顶磐石清真寺，那个清真寺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个黄金的屋顶的清真寺旁边有一块地方，其实可以盖圣殿。如果你有听说圣殿要盖了，真的，我现在也跟你预言，现在还没盖，我跟你预言圣殿会盖起来。这边提到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他必须有神的殿才能坐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也许你现在是2017年或2018年这些时间你听到了可能还没盖，可是如果你听到了圣殿要盖，真的耶稣快来了，无论是在灾难里才听到的才看到的，还是灾难之前，总而言之耶稣真的快来了。 OK， 好，弟兄姐妹撑下去，如果你在灾难里撑下去。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好，敌基督的特征是什么？但以理书很旧约里面就提到敌基督是一个人，跟启示录跟铁撒罗尼迦后书提到的敌基督是同一个人。他这边还提到，比如但以理书提到有十个角，然后呢这十个角是十个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不同，他必制服三王。所以这个王就是敌基督，好，他要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他要折磨至圣者的圣民，也就是犹太人，因为基督徒都已经被提了，并想改变节期跟律法。你看节期跟律法是不是在讲犹太人？好，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两载半载，一年两年半年加起来是什么？三年半。所以七年大灾难的有一个一半，第七之半的那个一半就是三年半，了解吗？所以敌基督在旧约就已经在预言他了。再看下一页。好，再来提到但以理书九章二七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所以你会发现一定要有圣殿啊，对不对？才能够去做祭祀跟贡献啊。那行毁坏可真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 的结局。耶稣基督把我们带走是我们的灾前被提，可是那不是一个公开降临。基督公开降临以前，就是他七年之后他回来叫公开降临以前，世界政坛会出现一个极有魅力的领袖，他会跟很多国家签约，世界获得一片太平，耶路撒冷的圣殿获得重建。所以圣殿重建很重要，如果你发现圣殿重建了，真的预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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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重建根本是在七年里面才重建，那我们现在在世上2017年在世上的基督徒你根本看不见。 OK， 好，你看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Dome of Rock 在耶路撒冷的那个金顶清真寺。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启示录里面的敌基督。诶，大家知不知道一件事，启示录我们的和合本只有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还有第二十二章，也就是最后一章启示录有二十二章，只有一二三章还有二十二章有提到教会这个字。从第四章到二十一章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五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二一通通都没有教会这个字，你晓得为什么吗？因为教会被提了。好，所以灾前被提，懂吗？好，三年半之后这个人就会被杀，然后却奇迹的复活，造成极大的轰动，并获得更广大的拥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先预言这个人会被杀然后又复活，他要仿基督，他是敌基督。敌基督不是敌对基督的意思，敌基督是取代代替基督的意思。好，这边也提到启示录，我看见兽的七头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所有人全地人都稀奇跟从，那时候又拜那龙，
又赐，然后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40个月是多久？3年半。OK， 兽就开口向神说：“你有发现这里有龙，还有兽，有龙跟兽，还有一个叫假先知的哈。”OK， 所以你知道吗？这边还提到若任凭他与圣徒征战，犹太人制服各族各民各方的人，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从创世以来，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都要拜他。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七年里面，你在大灾难里面信耶稣的，不要去拜。我知道你没有666，你没有办法做买卖。我相信还是很多近前的基督徒躲在山里面或者是什么，都是灾难中信耶稣的人，他们躲在一些地方，你们可以一起生活撑下去。真的加油 ，OK， 好，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对不对？他设那个敌基督亵渎很多这些东西，然后他，反正就是他做了一些很不好的事 ，OK， 好，他与圣徒征战，然后得胜哦，所以犹太人那时候也很辛苦。弟兄姐妹，真的要忍住，不要去拜他。我们再看下一页，好，另有一个兽从地中起来，所以刚才提到，你看有龙，有兽，还有另一个兽。有龙有兽还有另一个兽，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你看又行大奇事。 OK， 他迷惑住在地上人说要给那兽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 OK， 所以你看到时候还会做一个像，那个像还能说话，是有生气的。我不晓得是不是复制人，我不晓得是不是基因科学或什么的，你看现在方向真的很近。OK， 好，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为奴，都在右手或是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都不得做买卖。他的数目是666。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撑住。如果你在大灾难里面听到，你要撑住。为什么是右手或是额上的？因为你看我们现在买东西要用信用卡感应 B 一下，或者悠游卡 B 一下，可是它会掉啊。如果装在手上 B。或放在额头上逼，那为什么是右手或额头？因为用右手比较容易逼啊，对不对？大部分都是用右手为主的嘛，对不对？好，就逼。可是有些人手可能会被砍掉，或是不见啊，所以那就可以放在额头，用额头去逼啊，逼一下，用额头去逼一下，对不对？可是你总不会遇到任何一个活的人类头被砍掉还活着嘛，对不对？所以不是右手就是额头啊。OK， 它的数目是666。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去受666的印记，加油！好，下一页。那就我刚才提到的龙、兽、另一个兽会想办法在这些人头上还有手上用666让他们去拜他，可是圣经上提到拜他们就会下地狱，拜托忍住。还好我们在灾前就被提了，不好意思，但是我们会继续为你祷告。我们继续看下一页。好，撒旦、敌基督跟假先知，其实就是要撒旦要去敌，他要去取代圣父，他很想要拿到圣父位置，然后敌基督想要取代圣子的位置，然后假先知想要去取代圣灵的位置，这样像敌圣父、敌圣子、敌圣灵，其实是取代圣父、取代圣子、取代圣灵，可是他们不会得逞，再怎么样乔掰，再怎么的猖狂，也就是七年，好不好？就七年，然后耶稣就再来了。我们再看下一页。历史上对敌基督有很多的猜测，天主教的教宗们、教皇们很多个，绝大部分都被推成666，然后罗马皇帝尼禄也被推为666，然后呢，希特里也被推为666，连比尔盖茨都被推为666，因为你知道他们就是 A 等于 1，B 等于 2，C 等于 3， 然后去算、去加、弄一弄算出来的。OK， 谁是666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最少对于现在的基督徒，还在世上的基督徒不是那么重要。如果你在大灾难里面，你也不用去推他是谁了，你看就知道他是谁，就是现在世界统管的那个领袖那个人啊。你现在啊，然后在现代2017、2018年这个时候的基督徒啊，你去推他是谁，反正圣经上说他还没显露，也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事情是在灾难里面的基督徒，你要知道他真的是，不要去拜他，加油。我们再看下一页。好，历史上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伊斯兰的末日，阿拉要兴起代理人叫做马赫迪 El Mahdi， 对不对？好，这个人也有可能是，这是有些人的猜测，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可兰经中的耶稣，不是真的耶稣，是可兰经里面记的耶稣，他叫尔萨麦西哈，他要带领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他会假装他是耶稣，然后告诉你说基督徒、基督教是假的，然后他告诉你基督教是假的，他会欺骗你，让你觉得基督教好像
走偏了，就很像他们现在说的，好像圣经被篡改过，然后其实真正的好像信徒都应该要去对伊斯兰都要相信回教，可是那是假的耶稣，是可兰经中的耶稣。再来他们还有一个敌人叫末世宗教骗子达加尔哈，那没关系，无论他是谁，我只是告诉你有这些预言，事先告诉你，你要忍住，不要去拜兽和兽像，不要去兽666。请看下一页。提基督将命令所有人在右手或额上接受666的印记，可能是植入晶片，或是也许连晶片都不用，用生物特征，用你的血管，用你的 DNA， 我不知道。凡不接受印记的人都无法买卖，但是圣经上警告，凡接受此印记的人，最后会被丢到硫磺火湖跟永远沉沦，所以不要受666的印记，上帝一定会帮你开一条路，你还是可以撑得下去的。即便现在没有圣灵在世上，可是还是有天父的祝福，他还是掌管这一切，虽然你会有比较辛苦。我们看下一页。再强调一次，1948年在这个时代的我们，我不晓得多久做好预备，而在青年大灾难里面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再撑7年耶稣就来了，加油。再看下一页。再来再讨论，那是什么拦阻敌基督不能显现呢？好，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6到8节，我来念哈。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就必显露出来。到底谁是拦阻的呢？拦阻敌基督的可能是圣灵或教会，我个人认为是圣灵啦，因为其实教会是人组成的，教会怎么去拦敌基督，它有一些超自然的东西，可是圣灵却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之一，对不对？所以圣灵或教会，教会被圣灵保护，教会被圣灵保护，存到灾前被提，教会被圣灵保护，存到灾前被提之后，敌基督开始显露施行各种异能，所以现在圣灵还在地上，所以他不能显露，可是圣灵还有教会一起被提之后，敌基督开始显露出来。我们再看下一页。永恒影响现在，现在决定永恒。人对永恒的看见会影响现在的生活，人现在的生活和选择会决定他永恒的命运。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不是弟兄姐妹好，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信耶稣，你要不要做一个决定，让耶稣带你躲避这将来的愤怒，让耶稣带你不用进到那个他的义怒跟愤恨里头，让耶稣来赦免你一切的罪。你没有任何规则，你得说或是做什么，你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而在灾难里面的弟兄姐妹，你要撑住，永恒影响现在，现在决定永恒，你现在撑住，你永恒里面就蒙福了，加油撑下去。我们再看下一页。OK， 再来要提到一些奖赏，因为我不希望你只是得救而已，而是你在天上存到永远。哥林多前书3章8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就是哥林多前书3章8节，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没有人可以帮你得赏赐，你要自己得赏赐。我们再看下一页。腓立比书3章12节，来，我们一起念，请。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好，这不是说保罗说，这不是说他已经得着了，他已经完全了，他只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要得着他的。所以你要懂，你要知道一件事，耶稣有要我们得着一些奖赏。我们再看下一页。所以比如3章13节，我们继续念。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保罗要你向着标杆直跑，要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无论背后多以前多么的失败或多么的成功，忘记他吧，努力面前的。我们再看下一页。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们来得的奖赏，从上头招我们来得的奖赏。所以真的有奖赏。我们再看下一页。奖赏跟恩典不一样，恩典是白白的，任何人只要愿意接受恩典就可以得到恩典，可是奖赏是在恩典的基础下而为神做的更多，做神要你做的会得到奖赏。我们再看下一页。哥林多前书3章10节，请。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他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臣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臣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臣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边提到奖赏，我们照着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恩典是这一切的基础。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在怎么在上面建造，所以要谨慎哦。谨慎什么呢？我们看下一页，十一、十二节。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告诉你，没有人可以有别的根基，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唯一的根基，唯一的耶稣基督，他是你完全得救的根基，他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跟生命。假的基督、敌基督都没有用，只有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你看嘛，对，没有别的根基。然后再来就是有所谓金银宝石、草木禾秸，有三种啊，对不起，有六，哎，金银宝石、草木禾秸五种，但是草木禾秸你可以算三种，所以是六种。好，金银宝石、草木禾秸。OK， 那这些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很快带过去。来，请看下一页。首先先说会有火试验个人的功臣，对不对？如果试验过了以后，像看下一页是四十五节，如果根基上的功臣存得住要得赏赐，好，那如果根基上的功臣被烧了，他会受亏损，自己仍旧会得救，但是很像从火里经过的得救。你有没有看过有人从火场里面逃出来黑黑脏脏，可他活下来？ OK， 金银宝石燃点都很高，他不会被火烧掉。草木禾秸剩下这三种一下就烧掉，都有。我们看下一页。 OK， 好，这是什么？这是稻草，是不是一下就烧掉，很容易失火的，很多人起火，对吧？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好，这是木，草木，木也是很容易烧掉，对不对？草木，对不对？超容易烧掉。禾秸也是。我们再看下一页。好，那到底金银宝石、草木禾秸是两组，金银宝石一组，草木禾秸一组。我们现在讲草木禾秸，以赛亚书四十章七到八节，我们请念。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田间未长成的禾稼。这边提到以赛亚书四十章七到八节，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跟花会凋残，只有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所以你看这两个比较，百姓的想法、百姓的话、百姓想做的、百姓的部分是诚然是草，但是神的永远立定。所以草木禾秸在讲的是你自己想做的。我们再看下一页。好，以赛亚书三十七章二十七节，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慌羞愧，他们像野草，草木禾秸，对不对？又如房顶上的菜，又如田间未长成的禾秸。所以你看，草有没有草木？刚才有提到草木禾秸，对不对？所以这是禾稼了。OK， 好，草木禾秸就是人想要做的，人想要为神做，或人想要说起来为神做，其实是为自己做的那些东西。你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面做这一切，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自己的东西，你就是会被烧掉。真的吗？就是这样啊，草木禾秸就这意思，就会被烧掉啊。那还是会得救，但是好像从火里经过，很可惜。你要做的是金银宝石的。我们再看下一页，这是黄金，黄金燃点超高，熔点就已经很高了，对不对？超高，它熔点很高的。我们再看下一页，银子的熔点也很高，对不对？好，再往下，宝石，你看这是大祭司，大祭司胸前的十二块宝石，哈，随便一个也八百度以上，对不对？好，我们再看下一页。你看这十二种宝石，我们不晓得是哪一种宝石，可是这十二种宝石随便一个宝石都满八百度、几百度才会烧坏啊。OK， 所以你知道吗？金银宝石、草木禾秸，金是什么？我们没有时间查，我告诉你，金是称人为义，金是神的公义，也是称人为义。神透过耶稣基督，你口里承认、信你相信、信而受，你必然得救。你因信而称义，所以你是要去传扬耶稣称人为义，这就是金。银呢？银是救赎，你要去传扬耶稣基督愿意白白的救赎这世上每一个人，不是因为行为，是因信称义。这
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你只要选择相信。所以金银宝石就是传扬神称人为义，银就是传扬神救赎人，宝石是什么？宝石是什么？你看祭司把它穿在胸前，把它宝宝提起，像约翰在耶稣的怀中，这十二支派，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在胸前，在他的胸前被宝宝提起，你要去传扬上帝就是这么的爱，上帝时刻想要提醒自己爱这十二个支派，上帝时刻的爱这十二个支派，也包含我们所有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后裔，神随时爱我们。所以金银宝石是在提醒神称人为义，神要救赎人，神随时爱着人的这样美好的一切，金银宝石，而不要去做草木和见你自己想做的那一切。我们再看下一页，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念。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好，所以我跟你说，如果 你为了奖赏而去做，没有什么不对。彼得也说，将来我们要得什么？他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将来要得什么？是可以的。我们再看下一页，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请念。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所以弟兄姐妹，你为了耶稣基督，为了耶稣，或者是为了福音，撇下房屋，还有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你看房地产也可以哦，房屋、田地，不就房地产，房屋、田地、房地产。神要你撇下，不是人叫你撇下，不是人说你捐给我的教会，不是人假装神，是神真的跟你说的，你为耶稣和福音撇下这一切了，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所以你想要得奖赏是 OK 的，是 OK 的。我们再看下一页，末世的预言，1948年以色列复国到现在已经70年了，我不晓得还有多久，你要做好预备，要不是只是得救而已。没错，你口以承认，心以相信，信以受洗，必然得救。可是我不要只要你得救，我要你得奖赏。我不要这世代还有多久，我不要这世代还有多久，做好准备，准备耶稣来接你，多得奖赏，多得奖赏。如果你在七年大灾难里面听到这一切，没关系，撑下去，怎么撑也是七年，撑完，撑完。你可能只是灾中才听，才碰到这个状况，那更短了，三年半，撑下去，撑下去，耶稣就来接你了，感谢主。我们再看下一页，你看我们教会就是耶稣的心腹，耶稣这样子要把我们带回去，这是我们灾前被提。你也许不是在这一群被提，灾前被提，因为时间的你信耶稣的时间是在灾中，可耶稣还是会来救你的，还会再回来的，不用担心。最后下一页，主带着他千万的圣者降临，有一天耶稣会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他会回到我们当中来，他会带着我们这些灾前被提的人一起回到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听到这篇讲道，我再一次鼓励你把这个讲道，你去网络上找一些方法把它下载到你的电脑、你的手机、你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不晓得会不会被敌基督抄掉，可是你多留一点备份，你可以留给你的家人，也许你是基督徒，你可以留给你的家人，留给你的朋友，他们未来可能用得到。耶稣快再来，他快来把我们这些人灾前被提带走，然后七年大灾难，然后他再来。所以灾难中的朋友不用担心，再怎么撑也是七年，很可能三年半，你就是可以撑下去。我也为你祷告。然后在现在的弟兄姐妹，多得奖赏，不要只是靠恩典，你也要得到恩典之后，在恩典的根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根基上面，与耶稣基督同行，传扬是金银宝石，神称人为义，神愿意白白救赎人，他如此的爱人，宝宝提醒我们。让我为你祝福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先为我们在灾难中听到的弟兄姐妹祷告，祝福你，祝福你，主耶稣，我求你，你也愿意祝福，无论他们现在遇到怎样的苦难跟痛苦，你的大能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胜过那个666敌基督的逼迫，帮助他们能够抵抗，不要去右手跟额上去有那些记号，他们能够胜过，能够抵挡，依靠上帝的恩典。主耶稣，再撑一下，你就快回来了。主啊，求你帮助他们，帮助他们，也求你祝福这个信息藏在很多你要留的地方，让很多人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些是白白的。有位现在的弟兄
兄姐妹祷告，我们不只是要因为恩典得救，我们要得奖赏，传扬金银宝石，耶稣称人为义，耶稣救赎我们，耶稣这么宝宝的确爱护我们的信息，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奉耶稣祷告，阿们。好，再来想邀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赦免你一切的罪，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让耶稣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预备好了吗？等一下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哦。如果可以，你可以把眼睛闭上，让你说出来的话宣告出来，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来看见上帝的荣耀。要开始咯。好，那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哦。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我邀请你，我邀请你住到我的心里，住到我的心里，做我的救主，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做我生命的主。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我的过去，我的过去都交在你的手中，都交在你的手中，我的未来，我的未来，那美好的未来，很美好的未来也在你的手中，也在你的手中。亲爱的圣灵，亲爱的圣灵，请你现在来充满我，请你现在来充满我，来引导我的一生，来引导我的一生。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我相信你为我死，我相信你为我死，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为我复活，又为我复活。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差遣了耶稣，谢谢你差遣了耶稣，我所有一切的罪，我所有一切的罪，定罪，定罪，诅咒，诅咒，疾病，疾病，死亡，死亡，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阿爸天父，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我回到你的家，我回到你的家，我是有父的人，我是有父的人，我是有家的人，我是有家的人，我大有盼望，我大有盼望。这样祷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